just set them rewind.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, but now I'm seeing all the signs. I can't be too sure, but one day I'll be yours again. 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，在《风起西洲》里，我饰演的是裴晶姐。好，好，前面中间甜蜜向的来了，来来来，弟弟来。大家好，我们的对面是张微信，我们的口号是朋友加个微信吗？你看这反应。哦，加微信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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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肯定不行。压力好大呀，弟弟有什么需要跟队友沟通的吗？我们能还行吧，还行，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可以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争取就超过七，我们超过七就行。对，如果每一题都对了，那就十二题，那就猛了，那就猛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来准备啊，现在四分钟计时开始，弟弟，好，五个字的歌曲。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两只蝴蝶，飞舞的蝴蝶，蝴蝶，对了。醉酒的蝴蝶，酒醉的蝴蝶，不要，就这，好，下一题。醉酒的蝴蝶，好，下一题。四个字的影视剧，四个字的影视剧。三十而已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哇，三个字的艺人名，三个字的艺人名。高圆圆。三个字的艺人名。这是什么？他破陈冰，陈屁，陈屁是哪位？陈屁，叉屁。停！哦哦哦，这可以。易烊千玺。易烊烊，三个字的艺人名。你看他们有相同的特点没有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嗯，白。杨洋。白，白对了。白。三个字的艺人名。白，你看这是什么标志？屁。白敬亭。白敬亭。回答正确。这是白敬亭。对，不让停车。好厉害，不让停车。四个字的歌曲名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弟弟。月。月。他这个是一首歌。四个字的歌曲名。歌曲名《月亮之上》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看来我们差不多输了，悬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来，四个字，四个字的影视剧，四个字。啊？四个字的影视剧。星空。餐食餐，星，走。星是对的。星后面是球啊，星球，对，星球大战四个字，星球什么星球崛起？注意看它的摆放位置，星球是在把那个拿开，笑，星球笑了，星球笑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星球笑了，星球是后面的什么星球？什么星球？哎，就以前有一个什么样的星球，什么就是什么星球？快乐星球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快乐星球，对对对。好，下面三个字的艺人名，三个字。王侯。什么？停停。是这个字吗？这姓什么？屁屁，姓屁。彭昌，回答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三个字的歌曲名，三个字的歌曲名。感觉有点悬了呢。不急不急。第五题，第五题那里，第五题那里。又是酒。是什么什么什么酒？影视剧吗？歌曲，歌曲的歌曲名。酒。
就一点，就这么，就那么一点，一点就喝一点，就喝一点，我就喝一点，我掉下去，哎呦哎呀，我掉下去，哎呦哎呀，天哪，是吗？没事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怎么回事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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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一下俩人都掉下来，没小酒窝哦，小酒窝，这个表述的其实没问题，小酒窝吗？对，小酒窝吗？小酒，太难了。哎，静怡，哎，上次你是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有人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哎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稍微等一下，来来来，迪哥，那个这不是他家，他租的一个租的轰趴馆，欢迎光临，都是群演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我真是八辈子没听到。好，请继续。欢迎光临。Hello， 周周。哎，恭喜你搬新家了，这是我送你的乔迁礼物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娜扎送的是什么呀？也是香水吗？那当然不是啦，我送的就是香水。哦，我不太关心，那要不你就快进来坐吧。娜扎，要不坐这边来吧。啊，我和他们不太熟。哎，哦，你们出去，静怡。那我坐这里吧。啊，你坐那边吧。来，你坐我这边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大家都想喝点什么？我都可以，哥哥帮我挑吧。哦，哎，娜娜，你想喝什么？你平时喜欢喝什么？我喜欢喝柠檬水，补充维 C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救命！女生的心思就是等着对方的读唇语，读补充维 C， 就他算对方会说什么，等着补充维 C， 就故意制造这种巧合。对了，附近有一家餐厅特别好吃，叫六口水，是不是？我也知道这家店。我不知道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这样，下次我带你一起去，我们可以多点几个菜。好啊。我觉得娜扎姐姐还是赶紧找个男朋友吧，我身边特别多男生朋友给你介绍给你。姐姐这么优秀，他们肯定不介意姐弟恋的。哦，啊，天哪。我哪里优秀啊？我一点都不优秀，我经常犯迷糊的，这谁受得了呀？你说对吧？是啊，上次你把手机落在我车上，还是我帮你收拾的，太笨太笨。好难受啊，我们看的人。这样，哎，实在不行，让他们挤挤，你进去坐，你参与一下。你要不要加入他们这个轰趴？答题就答题，你急什么呀？真的急了，太笨了。喂喂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上次你不……怎么了？哎呀，不想在别人前面说你了，算了。要不我们来唱歌吧？好突然。好，那我们来唱歌吧。哎，对了，娜娜，你先点首歌吧。好啊。那要不就唱这一首吧？但是我唱歌总是会破音，你可以带带我吗？好呀，我跟你一起唱。好。恋人未满，这歌很刻意。故意的是吧？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？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？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哇，好好听啊！我们以后会哎，有人扰民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；再勇敢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。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好难唱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
起，在一起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起哄了，今天就是来庆祝周周搬新家的啦。其实啊，也可以是我们搬新家。来来，娜娜公主，请上，请上来。哥，你选择哪位勇士救你呢？我选择小丁。我都打走到这儿了，起来了，现在都走到这儿了，都站起来了。我先回家了。因为风已经吹出西周了，感情淡了。风起西周，现在吹过来了，都对。好，来。来，娜娜公主，请坐。爽。你刚是多少？东君，你是多少？我三米五。三米五。他三米五，他四米。四米哦，天哪。四米一就行，四米一就行。咱们多少？我感觉我步伐好沉重啊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人不要跟别人比，因为四米一。不不不不。人不要跟别人比，因为很有可能比不过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们就跟自己比，只要战胜了自己，只要有成绩，就是好的，对吧，迪哥？哎，你们还在录这趴哈？录完了吗？快点！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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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。好，那周周你选多少？就四米一吧。四米一，真四米一。好，是的，好，四米一。哦，哇，四米一哦。哇。来，台词，台词。周周勇士，快来救救我！琉璃，我来了，我裴刑警来救你。哦、也可以像老秦刚刚一样，你如果要助跑的话，可以稍微再远一点。他应该够，我觉得他够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加油！许魏洲挑战开始。走！冲！转！冲！转！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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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！哇！你太厉害了！为什么每个人成功之后都有一种全世界欠了他的感觉？然后呢迪哥跟周周负责玩 Mark 跟弟弟负责泼，弟弟开心死了，弟弟就想泼来，他巨开心。你看弟弟你要干嘛？弟弟只练泼水不练防御。防御没用，他不防御的，只练这个，他只管把对方打死。好，来，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。你跟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布，最开始，现在是开始了吗？周周先攻，对，开始了。你先攻，来，开始了啊，啊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呗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呗。三二一，开始呗。这手腕太快了吧！不怪你，不怪你。哎，你脸上为什么这么多？从我这扩见过，快！我这么远都差点被泼到，感觉使了个大劲儿啊！快不快？你说快不快？太快了，还爽死了！真的 ，Mark 真的不怪你，因为他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哥们，他就这么快。Oh, no. 注意了 ，Attention please。现在杨迪输一分，杨迪进攻，杨迪进攻来，来，啊，该我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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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速度就是这个速度，你还喝到嘴里了，为啥呀？周周啊，周周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你除了能看右边，你还能看左边。对呀，你不要一直左边也能看，右上边也能看。
不是、啊，这同时那个其实迪哥也是这样的，他俩用同一个方向玩了好久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按一下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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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俩就一直是这样。他俩一直左右，没有上下。啊，来，现在比分一比一，周周输了，先进攻，来。水到肚子里了，来，三二一。要说三二一看这边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迟到，没迟到，没迟到，没关系，不用罚一杯，我干了，自己先干了，先干了是吧？脱完之后忘了抬起来，到三二一看这边，哇，看这边，哇，看这边，哇，挡得好，挡得好，挡住了。帅气，好，现在许魏洲继续进攻，现在场上比分二比一，二比一，迪哥领先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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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看右边。他真的一直看右边。周周，我不要再往右边看了，看得我太着急了，要右边不要看了。有点那个本能的要找镜头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又砸了。你只会这样吗？你左右也可以，哥，左右也可以。好，现在比分三比一，迪哥领先，许魏洲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我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看右边。他拐了一下过去了。是这个方向吧？东北角去了。还很听劝呢，拐了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凭借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把长颈飞的好像那个科目二那个直角转弯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继续，好，现在是周周进攻，目前依然是三比一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，漂亮！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哎，为什么每次都在他的脸上那么多啊？我甚至刚才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都没给你擦，我都给 Mark 擦了。来，好，现在场上追回来二比三，杨迪进攻，这边啊，别忘了这边，还在商量的。我都紧张。往哪儿去？来，你站，准备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呀，看这边。哎呀。老整，差点老整在这儿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好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好！哇！周周追上来了，三平！我靠！三比三了，迪哥要加油了，不能轻敌啊！没想到，这边哈。继续，现在杨迪进攻，场上比分三比三平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哎呀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哎呀！撤回，对方 Mark 撤回一杯水。我已经不知道往哪去。两分钟之内可以撤回，没关系。撤回一杯水，撤回一杯水。好，周周进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好。迪哥，被拿捏了呀。迪哥，你怎么？他人家有新手 buff 是不是？他的眼神里面，他的眼神里面有一些看不懂的东西。危险了，你赛点了，危险了，你赛点了。他的眼神我看不懂了。四比三，现在迪哥落后。看这边，漂亮！看这边，漂亮！看这边，哇！杨迪在关键时候拿回了一分，现在场上比分四比四平。我这次不能输，加油！好，周周先进攻，周周先进攻，来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哇！许魏洲获胜。为什么？完全被拿捏了，迪哥。为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丁程鑫和风起西周的两位主演，
一起来接受我们的这个非常汹涌的泡泡挑战。好，来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风起西周鼓劲加油！现在挑战开始。